吉他手，有组另外一团来花莲。嗯，又破音了，叫做老魏吗？老外，忘记了，录音的怎么念去了？老外，老外姐，沙夫鲁演的老外，是吗？哈，他们也是，就是一个算是轻音乐，就是民谣的一个乐，算乐团，对，两个吉他手，很厉害哦，拿了那个亚马逊大赛冠军呢，是吗？哈，冠军吗？你知道？随便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，真的，好，可以啊，时间还很多，下一首歌，是我们的创作，梦想走，我干嘛这样子，梦想走慌了吗？这是我们的主打歌，叫《梦想走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谢谢。Yeah.
非常可怜的事情，没办法，就是没有啦。其实你唱的很好听啊。断弦还可以换嘛，对不对？喉咙不好没办法换，然后就一直破音。下次表演取消吧。好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破音而已啦，哈、哦。所以大家就不要太在意哈、哦，不要下次看到我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是破音那个乐团的，那就不好了，这样我很难过哈、哦。那接下来。